Hello，大家好。今天是放假，对不对？今天是5月1号的劳动节，所以我也放假了。那今天的天气很好，所以我决定出来走走。对，那你们呢？你们都做什么呢？你们今天要去哪里？可以跟我说说吗？然后呢，就是我现在要去一个我很喜欢的咖啡厅。对，它的名字叫做三角咖啡厅。那边还蛮漂亮的，所以我等一下到的时候就是可以拍照给你们看。对，好吧，那等一下见咯，拜拜。到了，这里就是我说的三角咖啡厅，很漂亮吧，就是很多绿色的，所以很舒服的感觉。好，那我们进去吧。所以我们看到他说内用每人低消一杯饮品，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你在餐厅里吃东西，那每一个人一定要点一杯饮料，他的低消就是一杯饮料。好，第二个句子，假日内用限时 1.5 小时，假日就是 holiday or day off，然后内用就是在餐厅里吃东西或喝东西，限时的意思就是 limited hour。 对，那第三个句子是外带饮品折扣40元，外带的意思就是 take away。 那我们看到如果你 take away， 它的饮料呢可以 discount for 40 NT dollars， 折扣就是 discount 的意思。那第四个句子，内用一样，好，内用在餐厅里吃或喝。那这边的话，它是说续杯，续就是继续的意思 ，continue。然后杯就是的饮料嘛，所以 if you want to drink another drink after the first one， the second one get $40 off， 就是第二杯就有40元的折扣 discount。 好，可以吗？好，那我们进去吧。来看一下我点了什么。我点了一杯燕麦奶拿铁。燕麦奶呢就是 oat milk， 它不是牛奶哦。对，所以呢如果是吃素的人也可以喝燕麦奶拿铁。然后旁边有一个吸管，对不对？这个叫做吸管，但是我不喜欢用吸管，所以我不会用它。然后我还点了一个司康，对，看起来很好吃，对不对？旁边有蓝莓果酱跟奶油。那你们知道这个怎么说吗？很好，那个是 fork， 就是叉子。然后刀子是 nife。 好，所以呢我要开始工作咯。那祝你们有一个美好的一天，拜拜。